节礼物哈，今天我们特供母亲节礼物，碧玉项链。如果呢戴珍珠奶奶往下摘洗澡的话，就可以用碧玉项链。今天碧玉项链出了有13条。嗯，这是妈妈链，蓝红、白玉、天女的耳钉、钻石耳钉、白玉的戒指、澳白的大耳钉。碧玉项链是1980，8面的珠子，45厘米长，纯银 S 绞乳银大扣头。嗯，这个还有的，还有个十几条应该有，出了一条小米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桂云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呢，我们都为礼物而发愁。今天呢，我搞了一下母亲节特惠，主要是以珍珠项链和碧玉项链为主。但是呢，碧玉项链是出的是非常的好哈，一上午的时间呢就出了13条。像我戴的这个规格呢是8米的珠子。我这是2条一起的哈，一条是像里面这么长，长度在45到47之间，价位呢是1980，品质是非常的好，去年的货，今年都没有货哈，没有黑点，颜色不是特别的均匀，特别的均匀，像以前那个2980呢，没有了，没有货了。如果大家呢想送母亲节礼物呢，如果你们的母亲呢没有珍珠，你们第一优选是选珍珠哈，我的建议。其次呢，像我们家的碧玉项链，或者是我们家的。蓝红项链都可以，还有蓝红手串、碧玉手串都行。如果你们的妈妈呢戴珍珠项链来回摘嫌麻烦，那可以选碧玉项链和蓝红项链。洗澡的时候呢，碧玉项链和蓝红项链都不用摘，尤其是碧玉。碧玉呢可以说是随便折腾哈，一点事儿没有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这个菠菜绿的颜色，可能是喜欢白色或者是红色系列，我们家都有。这些价位呢都是2000多，可能蓝红价位要稍微高一点。如果呢这个价位呢你觉得超预算了，我们家的有的比方说蜜蜡的手串啊，1000多1000嘛，就1100和1000怎么样。还有我们家的白玉手串980，所以呢你想要什么样的价位都有。还有我戴的这个耳环1000多一点点，碧玉的18K金和钻石镶嵌的，我们家哪怕是3位数的价位，但是在这个品质，在这个领域当中也是高品质的哈。就看你把你的预算和你的要求告诉我，我给你推荐礼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我们首先看一下珍珠。这个珍珠的妈妈链呢是9到9.5的，即使你们常说的9到10的一个点位，正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瑕疵。好，这整个淡水珍珠它可以说是达到天花板级了，珠光特别的亮。像正常的珠子呢，像扣头这个位置基本上不是特别圆，但是这个珠子都做到颗颗正圆，是属于无核养殖光呢，是可以说在这个领域当中它是最顶尖的珠光了，极光呢特别的亮，而且呢没有什么瑕疵。这个珍珠项链呢就是在淡水珍珠领域当中它是达到极品了，皮光非常好啊，这是我随便拿一条的，这皮光每一条都非常好。这个也不是特别多了，好像也就剩10条了。这都是妈妈链，哪一条都瑕疵很少，都是颗颗正圆的。无核珍珠养殖到这么圆是非常难得的，现在大环境下都养小米珠，所以说这个大珍珠呢货源是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宝山蓝红，宝山蓝红这样的呢都是科加100的，我们都把你的这个扣头这个重量都减去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碧玉的项链，碧玉项链呢我们全用的这个 S925 豌豆扣。可以说这整个卖碧玉项链当中很少给你们配这种扣头，因为我们家穿珍珠，我批的这个扣头，这个扣头我批都20多一个。像他们单独卖碧玉项链不卖珍珠的很少用这种扣头，我们来货的时候呢都是那种很简陋的那种扣头，我们自己都重新穿一下。有的珠子呢特别的不完美呢，我也是给拿下去了啊，所以我们回来的货呢比方说40条可能就能穿出39条或者38条出来。算下来的珠子呢，我们有时候编个手把尖啊，上面当配饰，或者是有的人短了，我们给你加2个珠子，后面那2个珠子可能就，有点缺陷。那有的人会问，那这样的珠子是不是做到每个珠子都完美呢？没有裂呢，也做不到。所有的珠子项链不可能达到颗粒完美的啊。那像这个珠子，它就颜色不是特别均匀，都有每一条项链都有这样的情况。啊，所以说它这个比2980的便宜，就是与类似于这样的情况，颜色它达不到特别的均匀，但是没有黑点，菠菜绿。现在这个1980能拿到这么品质的珠子呢，也是非常难得了，今年都没有货。也很润的冰底子料，
我带一条呢，这个南红项链给你们展示一下哈。南红呢，的的确确是非常的喜庆的，但是南红我也是建议大家洗澡的时候最好摘一下，因为南方冲凉无所谓，像我们北方要是真上拿的话，最好摘一下，因为你戴时间长了包浆了，上面有层油性，你要是真上拿的时候给那层油性就蒸去了，你就等于重新盘一次。啊，红色还是比较喜庆的，绿色也是很好看的哈。有的人戴手串，他俩一起叠戴，碧玉手串和南红手串一起叠戴也很好看，是不是？这个颜色呢比较反差。我们不戴这个毛衣链，单独戴一串南红项链，真的好看。我这串南红项链应该价位在3800，怎么样？38克，啊，配我的一个蓝红的一个手串，这样一套呢也是很漂亮的。如果大家想要母亲节的礼物的呢，可以私信我。我们家的东西呢，不管你是送礼还是自留，品质都是非常高的。这个价位肯定对得起这个品质哈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